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一个由非洲加纳而来的朋友，他就是这个啦，他就是雨木果全校滋养商，这么白雪雪这么纯洁可爱的 Shea Butter， 你有万种的 DIY 方法你可以跟他一起做。我们准备了的材料呢很简单，一包雨木果全校滋养商，还有少少大家屋企都有的砂糖，真的好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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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你会感觉到它是有润，同时间也都帮你去紧一些死皮。跟住这个雨木果除了可以应用在你的皮肤身上之外，其实头发一样可以。首先有一个匙羹，这一样就是拿四分一茶匙的雨木果霜的 coconut oil， 四分三。跟住当你加了下去之后呢，你就搅匀搅匀搅匀，七七八八啦。然之后就攞少少，搓热咗之后，我系攞只手都好似，佢就搽落你嘅发尾度啦。哇！哇，香到震。但系咁，其实有好多种你可以 DIY 嘅方法。咁如果你谂到一啲有趣想同我分享嘅话，可以留 comment 俾我，睇下可以点样运用呢个雨木果全校滋养霜啦。